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到高雄的三民区，半暝啊两点外，警方巡逻，甲一个违规的男骑士抓落来，一个做酒测超过标准，这个警方要查扣车辆，对方无爱封口，趁混乱，为车厢提出一支斧头要来扑警察。最后是一个过路的民众见义勇为，协助甲安大爷情绪，警方才顺利甲压制。警员将两名男子围起来。穿普色衫、黑长裤的男子，手拿斧头乱比。另外一名是有正义感的民众，看情绪不稳定，来甲安打。警方担心的刺激男子，徛伫安全距离，保持警戒，一直到。警员赶紧将个斧头抢落来，其他十外个人也冲过去，把这个男子饲伫涂骹。男子倒伫涂骹了后，还可以伫咧抵抗，一直到警方向伊面喷咸食水。高雄三民区伫今仔日的透早两点外，一名违规的骑士被警方抓落来酒测，发现超标，这个男子拒绝逮捕。当时这甚物民众嘛加入帮忙。我买烟仔出来，伊对我卖插，我是讲，啊，这咱两个讲一下。我甲在警民合作，最后平安结束。这闹大事的男子被带回警局侦办，酒测了后嘛真后悔，不过也是只会当依法照办。